那这种料子真的底妆特别的甜，但是旁边有点那种防雾层哈，但是你看里面天体粗啊，这种也是比较底层的料子。这个不对，这个不对，看。你看它这个呢，就是水头特别好，然后上面嘛有那种紫罗兰的哈，然后还有一些淡淡的这种绿的哈。今天给它报一下1200，看它什么意思。这样的谁的十一多了？要了，称一下重量，我不记得这个是多少重量。料子8.8公斤哈，但是它这一边的皮是特别的厚，你看最厚的地方都超过3公分了，这里应该有3.5公分了。肉色很细腻，水头也特别好，这手镯还是要搏一搏的，还不是很稳、啊、再给它加一口1800，那去水池了，那送不到了，能刮的就那个。哎，这个有点像我们昨天去看那个大料的那种沙，55公斤呢。对啊，致密度还不是太够，局部的地方这种也是有点滑了，你看几个点，这个地方这种也算滑了。1800万那个8.8公斤的那个海口木兰哈，现在拿过来说要卖的哈，目前给他加上那个白卡起来的话，就接近1900万。这个料子还是蛮不错的哈，将近9公斤。水头特别长，这边还有紫罗兰的，你看，有点那种春彩的味道，而且它的厚度很够哈。这片稍微大一点，这片起码还可以改2刀，这片还可以改1刀。像这种料子，真的底妆特别的甜。这样放就行了，安全一点啊。